啊，而且实现的是佛身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啊，因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得度之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自然就现什么身，绝对没有起心动念，更没有分别执着。啊，它是什么来说来应的？啊，应现在这个地方，讲经说法。啊，包括的时候做出种种的示范，都是教给我们的。啊，这个示范呢叫身教啊。啊，佛教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他放下没有？他放下了，放得很彻底，放得很究竟。他在教我们，我们才会相信。啊，他自己不肯放下，教我们，我们不会接受，我们不会相信的。啊，他总是先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。啊，把他日常生活、工作就是教学。这一点要特别留意到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四十九年是教学吧，不是宗教啊。所以印度许许多多宗教的传教士，啊，宗教里面的领导人都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，向他学习。啊，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。啊，佛的学生啊，你们常常念《地藏经》，《地藏经》是婆罗门女，啊，那就是婆罗门教的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更多，啊，还叫变现外道，这通通都是属于啊宗教的人士，啊，都跟释迦牟尼佛学习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每天不但讲给大家听，点点滴滴做出示范。啊，那么这些示范记录下来叫戒律。啊，所以你也晓得戒律是什么？戒律是佛菩萨日常生活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本来也是这样的。啊，觉悟了就是这样子，迷了就变样子啊。啊，觉悟了就正常，正常的样子啊，一点都不稀奇啊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到戒律，哎呀，戒律很可怕，怎么这样也不能做，那样也不能做，啊，那是什么？我们已经养成了很多坏习惯，不正常了。现在看到正常的，好像感到很别扭，其实是正常现象，啊，应当知道。戒律一翻开一照照镜子，我们自己不正常啊，佛菩萨那才叫正常的样子啊。那佛教我们没别的啊，回归自性，本来是佛啊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叫佛说了，大家根性不相同，
上上跟人一接触就大彻大悟啊，这个你要知道，所谓大彻大悟，古上说的。他为什么会大彻大悟？没有别的，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叫大彻大悟。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因呐、啊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你要能放下，你不就大彻大悟？佛门里面常讲啊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屠刀是什么？妄想分别执着，三把屠刀，比喻啊。啊，这三把通通放下了，就成佛了。放下一个阿罗汉，放下两个是菩萨，不就这么回事情吗？啊，所以菩萨给我们做种种开始啊。释迦牟尼佛啊，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，这个你要懂啊！啊，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做法会，佛的法会就是讲经的法会，教学啊，大众在一起嘛，叫大会。研究讨论啊，为大家了解答疑难。至于修行是个人自己的事情啊，修行不难，道理搞清楚搞明白难啊。所以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是知难行易啊，这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，知太难了。为什么难？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，把你自己本性智慧的能全部障碍住了，所以你不知道啊。那怎样才知呢？放下就知道了。放下一分，你智慧生一分；放下两分，智慧就长两分。智慧现前是自己本来有的啊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只要你把障碍去掉，不但智慧如此，你的德行，你的能力也如此。不但德行能力如此，你的福报也如此啊。你要知道你有圆满的福报，像毗卢遮那佛一样，你有法藏世界；像阿弥陀佛一样，你有极乐世界。啊，为什么通通都失掉了呢？你要知道，失掉的原因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这个东西要记住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什么？就是一念不绝。这个一念不绝是错误的，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啊，相似相续的抽象概念啊。这是为了大家了方便理解。要跟你说真的呢，真的那个相似相续都没有啊，真的就是一念不绝啊。我这样一解释大家就懂了，一念不绝
是错误、虚妄、相思相许啊！你明了之后啊，你再肯放下；你不明了，不肯放下啊！所以看破才能放下了。放下之后，哦，你智慧增长了，哎，你就看破更深的一层。把那一层再放下，哦，看破又提升了，你的智慧就慢慢提升了。这样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呢帮助看破，哎，就这么这么转两桩事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呀，啊，等觉菩萨把最后一瓶无明习气啊放下的时候，他不就成佛了吗？就这么道理，所以佛法没别的，放下而已啊，一切现成啊，你什么都不缺啊。啊，你跟诸佛如来平等平等，啊，智慧平等，德行平等，能力平等，福报平等，没有一样不平等。那我们要相信佛的话，佛绝对没有妄语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佛是真语者，真就是不假；实语者，实就不虚；如语者，如语是讲的跟事实决定是一样的啊，没有一点差错，叫如语啊，不狂语，不妄语。他怎么会说假话呢？啊，我们能信得过，能不怀疑，这叫有善根，这个人叫有福报。啊，你听了之后怀疑，啊，不相信世间有好像一个全能、全知、全能的人，一般人全知、全能只有上帝啊。在佛法里，上帝也不是全知全能啊，全知全能是谁呢？是你自己，你本来是佛啊，只要把障碍去掉啊，你的智慧德能向好通通现前啊。那我们如果要问，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了，为什么不现一个金色世界？啊，为什么不现个像极乐世界的净土？啊，还要跟我实现苦行僧？为什么做这个事情？这个事情意思太深。如果释迦牟尼佛示现像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我们大家都会把释迦牟尼佛当神仙看待，他不是人，他是神仙啊！我们拜他，求他赐福啊，自己不敢学了啊，而且会引起你念念的增长贪嗔痴。佛知道这个世间众生根性啊，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才能把你烦恼习气破除掉，这是大慈悲心啊，真正的是善巧方便啊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谁不谈啊，连出家人都想搞个道场啊，都想一有道场就作威作福就享福了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
做给我们看的。道场是个家了，你出了一个小家换了个大家，更糟糕了，更麻烦了啊！你小家子几个人啊，你这一出大家，你看现在道场是几十个人、几百人、几千人，麻烦了。所以他用意啊非常之深呐、他要道场太容易了。他的家族是王族，他父亲给他建个大庙不是太简单的事情。你看教学之后，学生里面，这经常有16大国王，哪个大国王都想建道场送给他。不接受啊，长者居士啊，诸位在经上看到其树皆不度缘，住林精舍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皇族啊，大夫长者的别墅园林啊。礼请佛去讲经，佛很活泼啊，礼请我也接受。但是接受呢，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产业是你们的，我不要，我只在这边讲经，讲几部经讲完了，别的地方去了。佛一生没财产的，走的时候在双树间，在野外，没有在房子里头。确实确宗告诉我们，要把世间的名闻利养啊，五欲六尘呢，舍得干干净净。这是从向上讲啊，向上舍，这个意思就是心里面。把妄想分别执着放得干干净净，真正用意在此地。如果向上都放下了，心里头还有贪念，贪念什么呢？哎呀，极乐世界好啊，这个天上好啊，天宫啊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出不了三界啊，还是搞六道轮回。向上学掉了，告诉你，从下你要了解的心性，心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。你的意念的什么断掉了。你思想里头，意念里头。没有名闻利养，没有财色名食睡，这就成功了。真正用意在此地。而佛教化众生，我们所看到的，在娑婆世界表演，他到另外一个世界表演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？众生根性不一样嘛，实在说，佛菩萨这个一切方中普世现，现身言教，广开示是言教，普现身身教，所以他的日常生活是教学，身教，做出样子来给你看。
啊，给你讲解是言教，无论是身教，无论是言教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，这是真的。你要问为什么？起心动念就没了。起心动念就落在意识里头了，凡是落在意识都叫做世间法。世间法跟处世间法的界定啊，就是在有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有妄想分别执着全是世间法。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世间法，没有妄想执着全都是佛法。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？为什么呢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见性了。啊，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永远不能见性的，你得落在意识里头啊。啊，落在意识，受业力支配。你自己做不了主啊！啊，你一生修的善业多，三善道受报；造的恶业多，三恶道受报。你出不了轮回，轮回不是别人造的，自己造的。啊，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唯心所现嘛。而且是一念顿现，啊，这些话多听听，多念念有好处。啊，阿赖耶识里头这个种子啊。多有力量啊，时时刻刻能提得起关照啊，啊，知道事实真相就很容易放下啊。为什么？它不是真的啊。你要不放下是愚痴，你放下是智慧，你不放下你造业，你放下是功德。一般人不肯放下，就是没看破。看破哪有放不下的道理？是放下很容易，看破很难。所以师尊要用49年的时间，天天给我们表演，天天给我们讲解，啊，让我们真正明白了，就放下了。啊，我们感谢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感恩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怎样报答呢？好好学习，这一生当中成佛，那就是报佛恩了。啊，你真搞清楚，不能不学，知道学这个利益才真大。可是这个里面不能贪图利益，啊，贪图利益，果报还在这个世界，啊，出不去怎么样？出不去的时候来生享福啊，一生享福又没有了，
富贵学道难呐！啊，迷了之后一定造很重的业，啊，没有福报想造重业，你造不了啊，没有那些缘呢。啊，现在人，比起古人来讲，福报超过古人，智慧也比古人不如。啊，从什么地方讲呢？现在人天天吃肉啊，这才福报啊！啊，古时候吃肉不容易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，啊，农村里面什么时候能吃到肉呢？一个月才一次，啊，小镇里面今天杀一头猪了，啊，那个大树上呢，竖了一个标志，啊，我们叫幌子，啊，插在树顶上，看到了哦，今天那里有肉卖了，啊，一个月才一次吧，啊，天天吃肉是过年那几天呢，平常哪能吃得到啊？现在普通人家天天过年，天天吃肉，你想杀业多重？啊，给这些众生结的冤仇多深？啊，这些冤魂，他要报复啊，他不敢离开。啊，那么这些冤魂我们肉眼看不到，确实很多。啊，他在这个地方，把这个地方磁场搞乱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人怎么样呢？人头脑迷迷糊糊的，头脑不清楚。啊，是他们在干扰。啊，头脑不清楚就容易犯过了犯错误，啊，容易引起灾难，天灾人祸全是业感而生的。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善人，啊，上善之人啊，华藏世界上善之人，他们那里没有灾难的，天灾人祸都没有啊。世界不一样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学得好啊，断一切物，修一切善，啊，虽然没有离开六道，你会到清净的六道里面去，你不会到这个染污的世界，啊，受这些苦难不会，啊，那么再告诉大家。现在连外国人都晓得，人没有死过，他们讲也从来没有出生过，啊，人的死生有生灭，啊，他们懂得灵魂没有生灭，灵魂才是自己，
离开身体之后啊，他又去找个身体去了。啊，佛法常讲呢，49天呢，他又去找个身体去了。啊，换个身体。那人年岁老了，这身体不太管用了，啊，用的太久了，不太管用了，换个新的。如果这一生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你换的身越换越好啊，越换越殊胜啊！啊，来生换到欲界天了。啊，欲界天里面还是知道啊，积功累德，努力修善啊，那就升到色界天。升到无色界天，越换越好。如果不知道，迷惑颠倒啊，造作罪业，好了，这层人生，来生换个畜生身，畜生身还造业，迷惑颠倒，再换个恶鬼身，换个地狱身，越换越苦。啊，要知道这里头没有人主宰。啊，上帝不管这个事情，阎罗王也不管这个事情，佛菩萨也不管这个事情，自作自受啊！啊，一切境界都从心想生呐、啊！啊，天堂从哪来的？善业所感的。啊，地狱从哪来的？恶业感召的，是你业力变现的啊！你要是怨天尤人，佛菩萨不公平，老天也不公平，你造的罪业就更重了。为什么？与他们不相干嘛。啊，佛陀一生教学啊，我们要想学佛，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。啊，这是最早，方东美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。啊，他说佛教是最高的哲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哲学在哪里呢？是在经典里面。你在经典里面，你才能学到。啊，我认识了张家大师，啊，非常难得。啊，他教我看破放下，啊，还教我读一本书《释迦谱》。或者是释迦方志，啊，叫我去找。那个时候台湾没有流通的，啊，我们从善导寺、太虚图书馆、啊，藏经里面找到了，找到抄本。啊，所以那个时期我还抄了十几部经典，啊，都是小部的。释迦方志4卷，释迦谱10卷，啊，分量都不算太多，啊，读这些东西，认识释迦牟尼佛了，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唐朝时候人写的，啊，知道释迦牟尼佛的生平。啊，一生干些什么？啊，我们的信心从这生起来的。啊，学佛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榜样，向他学习就没错了。啊，他悟了之后，啊，49年教学。
从来没中断过。跟一个人谈话就是教他，跟两个人谈话也是教他，跟几千人在一起谈话也是教他。啊，佛陀在世，言教身教，没有教科书，啊，没有文字，没有参考资料，啊，经典只是佛陀灭度之后，啊，过世之后，学生们在一起开会，把老师过去所讲的记录下来，流传给后世，叫经典。所以经典释迦牟尼佛没有看过，啊，主持记集经典的阿难尊者，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，啊，出家之后做佛的侍者，啊，多闻第一了，啊，他的记忆力好，听一遍永远不会忘记，啊，有这么好的记忆力，啊，所以同学们，啊，大家推他佛讲，啊，把释迦牟尼佛过去所讲的重复讲一遍，啊，500阿罗汉在听作证，阿难讲的不错，佛是这么说的，再记录下来。如果有一个反对，啊，说阿难这个我没听说，好像不是这么讲的，叫删掉，取信于后人。啊，句句都是他们证明的，啊，这样才能够记录下来啊，要不是多数通过啊。一个反对都不能通过，啊，集结经典，啊，写成文字，啊，这么样的严格，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古时候人求学都是口传身教，释迦牟尼佛12年也是如此，啊，没有书本。孔子他老人家在世教学也没有书本，啊，你看《论语》，孔子过世之后学生记录下来的，啊，但是没有像 佛经那么样严谨，论语是很多人写的，不是一个人，啊，那么佛法从此以后世世代代沉传呢，都是以阿难尊者这个模式，啊，阿难尊者对于讲小咒嘛，复讲嘛，不能加自己一点意思，完全是老师怎么说就怎么讲，啊，真的要做到不增不减，啊，漏掉可以，你不能加一句，啊，佛教这个2000年来培养老师的，培养这个法师啊，就用这个方法，啊，所以他没有正规的佛学院。啊，讲经的法师怎么培养出来的？啊，讲经法师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，一个条件是德行，另外一个条件是记忆力好。啊，你听了之后能记得住，啊，至少要能记80%，也就是说，老师讲一个重点。你复讲，不可以加自己意思，你能讲50分钟。啊，那么这样的人呢，通常就把他选出来，
培养他做讲经的法师。啊，德行就是戒律。啊，他摆在第一。啊，有这两个条件就行。啊，老师讲经是大众听的，选出来担任副讲的时候，他坐前面。啊，副讲什么时候？第二天。啊，如果在寺庙里面嘛，老师讲经都是上午。啊，那么第二天，啊，下午，副讲那些讲昨天的这一段，啊，天天讲啊。这样训练出来的，不是佛学院的，古时候没有佛学院，也没有佛学班，啊，这么训练出来的，啊，那么我们过去在台中亲近李老师，李老师办了一个经学班，啊，就是培养讲经的同学，啊，我们一共20多个同学。就是这个方法，啊，老师讲给我们听，啊，准许记笔记，啊，你可以记笔记，啊，3天以后复讲，啊，让你有3天时间准备，啊，准备什么？记笔记记不了啊，现在哪有像阿南那样的记忆力了，啊，都记不完整呢。但是20多个同学大家帮忙。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记，记了之后全交给你，你慢慢去整理。啊，整理出一篇讲稿出来。啊，老师大概讲1个小时。啊，你的笔记呢，要写45分钟。啊，45分钟需要多少字呢？大概要8000字。所以3天要写出8000字的讲稿，也苦得不得了啊！啊，那个轮到讲经的人啊，啊，大概都是讲1个月吧，1个星期讲一次，要天天讲，一个都出不来。啊，1个星期讲一次。所以他要花3天的时间初稿才搞得出来，搞出来之后讲一遍，讲给同学听，同学帮你修正，啊，老师在后面帮你肯定，啊，再过3天上台讲，啊，这么才训练出来。这是老办法了，老规矩啊！那佛门训练法师的谁起源的？阿难尊者起源的。啊，阿难尊者是教下的祖师啊，啊，第一代祖师啊。迦摄尊者是禅宗第一代的祖师啊，啊，阿难是教下的第一代祖师，啊，有沉船。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，啊，我受的教育就是佛小祖，啊，那么现在一般佛学院不用这个方法了，不用这个方法一个都出不来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啊，那我们要想真学真正的沉船还是老办法，啊，不能用新的办法。老办法用了，在中国用了2000年了，很有效果。啊，新的方法了，近代才有人尝试，啊，办很多佛学院的。
啊，佛学院没有一个能出得来。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演培法师讲的。啊，讲这个话呢，30年前就在香港。啊，1977年，我在香港讲了演经。啊，那次时间也长，讲了4个月。啊，正好碰到演培法师到香港来旅游，啊，我们大家陪他到处去玩，啊，包了一辆 bus， 坐在车上，他就说了，啊，讲的讲经嘛，我那正好在讲经嘛，啊，他就讲，包括你在内，啊，你也不是佛学院出身的，啊，通通是佛小座出身。啊，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演培法师也是讲经的法师。啊，所以我们了解佛小座的好处。啊，佛小座是在讲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啊，你虽然在经文里面你发现有好的东西，不准你讲，一定讲老师的。啊，这是叫什么？受罚就是持戒。啊，让你有耐心。哎，你有东西不准你发表，修忍辱波罗蜜。你那个发心，不见得正确。许可你自己做笔记，不许可你发表。啊，你的这个笔记可以给老师看，老师同意写，老师不同意不可以。尊师重道啊！啊，从这个地方培养的心。你将来一生才不会被名闻利养所淘汰。啊，这是自古以来都有。啊，讲得不错了。啊，出去讲了。尊重的人多了，供养多了，傲慢就生起来。啊，一念傲慢心生起来，你的道业了，马上就退转，啊，就堕落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严格的要求，严格的训练，都着重在德行。帮助你真正成就啊！啊，不至于啊，像佛门谚语里面所说的“地狱门前僧道多”啊。啊，出家都是好心啊，一接受供养之后。可以说多数都迷惑了，经不起诱惑啊，外面经不起诱惑，禅没有了，里面贪嗔痴慢起来了，定没有了。要晓得禅定是佛心，就是你的真心啊，经教是佛言，戒律是佛的行为。啊，我们要依照戒律
修正我们身口的行为啊，言行，依照经教呢修正我们的言语，依照禅定修心呢，这真学佛了。啊，摩诃一句，或现入定，或出定。如，就是起，常即广啊。啊，出呢，就是起用。这就是这一大段的课题里头借用无涯了啊，出必有感啊，有感他在起用啊，众生没有感他不起用。众生有感呢，佛菩萨就有应。感是十法界的，啊，十法界的众生，应呢是一真法界。一真跟十法界，感与应同一个心性，啊，这说出。为什么会有感应道交？心性是一了，不是二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感应是自自然然的，没有理由的，没有原因的。啊，佛家的名词叫法而如是，啊，就是发现自自然然是这个。感应道交了，不可思议。从哪里入，从哪里出，没有一定。啊，所以比喻作方王。啊，譬如前面讲的啊，后面讲的，从东方入定，从西方出定。啊，在我们娑婆世界入定，西方极乐世界出定，啊，就起作用在哪里？不一定。从眼根入定，从耳出定，无论从哪里都能入，无论从哪里都能出，都能起作用，没有一点的啊，这里头的道理我们现在明了，同一个信心，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了，心性是变，所以它的作用啊广大，没有边际啊，这是自己，不是别人啊，你看看自己啊，智慧德能多么圆满啊，而且是平等的，不用羡慕别人，也不要嫉妒别人，都一样的啊，平等平等，无二无别。问题就在你肯不肯放下啊，如果你是羡慕别人嫉妒别人，你永远不能前行
为什么呢？嫉妒啊，羡慕都是分别之处啊，你还是没有放下了啊，那个东西也是烦恼啊。啊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看到起烦恼；知道事实真相，心清醒。啊，所以诸法实相，你说多么重要？啊，那诸法实相在一切经里面，华严讲的最多，讲的最透彻。啊，我们学习这部经典，实在讲非常有受用，啊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